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Purple 啊。咁啊，我今日咧就同 Pineapple 去咗 Granville Island。一如既往咧，我哋都系毫无计划嘅。咁样咧，我哋 Google Map 就推荐我哋咧就搭 SkyTrain 去到 Sandswell， 然后再转呢个 Sea Bus。点知咧，原来呢条路线咧系最贵，亦都系最耐嗰条路线嚟噶。不过谂翻转头，其实都值得，因为咁样咧可以好 chill 咁样睇住 Vancouver 嘅岸边景。試下味先。好新鮮喎啲龍蝦，同埋勁多咯，超澎湃。個牛油嗰味咧，係完全可以 complement 到個 lobster。而家焗脆多少少就係好啦，佢落咗啲雕啦，啲咩啊？雕草，通常整海鮮都會落。試下薯片先，試下自己，試下自己炸喎。好脆。个 indoor 嘅 market 咯，我哋一齐入去咯，有好多花卖嘅，食热狗喎呢度系，我哋而家嚟食海鲜啦，热。知啊，佢啊，嗰個叫攞嚟啊，天婦羅嘅牛油果。乾杯！係真有薰衣草味嘅檸檬汁咯，唔係好鹹，佢係好 creamy 咯。好正。一定是我们介绍得太吸引，只海鸥先上来分一杯羹。这个是 cheese board 来的，这个是两层的 tea set 架，很漂亮的物。剛才買了手信給自己，是加拿大人自己本身自己整的，一個就是裝住番鹼的石春碟仔，另一個就是橙味的番鹼。其實這兩樣東西加起來都很貴咯，都180元咯，兩個加埋。是，但是他剛才那個人真的好熱情 sell 嘅小朋友，佢真係好香。即係所謂熱情啲就可以 sell 到你啦。我聽下自己先，都好熱情啊！然後回程嘅時候咧，我哋憑住香港人慳家嘅精神。足足行了20分鐘去到最近的巴士站，憑住我們手上的月票就可以免費搭車回家了。如果大家對我們在加拿大的生活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大家 Comment, Like, Subscribe
講 OK 停車熄匙拉掣。Just tell me my result. And he 跟個考官就話it's first of all that's a pass, but that's not a good pass. 但係最重要的一點就係要 pass anyway. 哇！黃師傅，阿梁師傅咧，啊即係教車嗰個師傅咧，都同我講咯，就話。我覺得你最好的不行啊，這個考官人很好。人很好。好叻啊 ！Backing 佢睇下佢，佢寫咗佢自己圈咗六次咯。Oh my god！ 你都唔知叫我倒車啊！我喂啊！我自己都唔知自己倒緊咩，左定右啊！死啦！咁啱唔啱咩？哎呀，是但啦。呢個冇落牙，我真係手下牌。